我是潘普千，为 LibriVox 答案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二十首《宿叶诗山房待丁大不至》，作者万浩然。夕阳到西岭，群鹊宿已鸣，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亭。潮人归欲尽，烟鸟栖初定。知子其宿来，乌琴后罗径。读完了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